顺序，第五位出场的是诺曼德。诺曼德，诺曼德，诺曼德。这把吉他，才子，诺曼德，小天使。他很温柔啊，这期的造型，之前都很锋利。哦，坐着弹唱吗？有点文艺哈。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音乐是给了我力量，如果没有音乐给我的力量，我今天不会在这里，所以我决定还是以最简单的形式回到最初的那个我，一个人一把吉他，我去了很多的城市，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这那么长的时间，从来没有人真正的在愿意在听我唱歌，我只是一个 BGM， 十年的 BGM， 但我相信十年前的那个小子，应该也想不到今天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台子上用同样的形式，但是你们所有人都在听我唱一首歌，对，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要唱的这首歌名字叫 Say Goodbye， 今天就很简单，大家前面已经造了很多。对吧，我就安静一点，我们一起享受一下这首歌。加油加油，好样的。Heart upon the sky so you can see me every night. I can see through your eyes, but I don't wanna wake up from your lies. 你要让我怎么接受你对我的爱都不在。 So baby don't you cry for me, baby don't you lie. 我在给你描绘我们的未来，你却在策划离开。但每当我把你抱在怀里，就能睡得快。我无法再等待，已经失去的回不来。 Baby you left me no choices, had to say goodbye. Girl you break my heart again, I 不能再这样对你迁就。 Maybe your father not the one that who can take all your things, so you can let me go. 我不想再听你那些拙劣的借口，欢迎就像荆棘刺穿我的血肉。但为什么当我离开却又挽留那些哭泣，起码我正在受够。既然你总觉得我不够优秀，那就让我把你抛在我脑后。There's one thing I wanna let you know, that I loved you before.My heart upon the sky so you can see me every night. I can see through your eyes, but I don't wanna wake up from your lies. 你要让我怎么接受你对我的爱都不在。 So baby don't you cry for me, baby don't you lie. 我在给你描绘我们的未来，你却在策划离开。但每当我把你抱在怀里，就能睡得快。我无法再等待，已经失去的回不来。 Baby you left me no choices, had to say goodbye.
有范儿，有范儿，有范儿，帅！哎，帅！哦，我一身的鸡皮疙瘩。今年热单爆单，必爆单。虽然他那个一点舒畅都没有，他肯定有真意，但是我跟随着我的内心，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每次都能唱在我的灵魂深处，真的，我真的太喜欢诺曼德了。在这种伦敦的这种街头赛这种竞技场里，它呈现一个这个舞台的话，我无法预估观众是否能够吃他这一套。哇，超乎意料啊！看他的尖尖头变成了乖乖仔，我就觉得哇，他要来点不一样的了。今天听他弹唱完之后，真的让我对他又改观了，他做到了。诺曼德风格太百变了，琢磨不透，存在于天使和恶魔之间的男人。投票倒计时20秒，现在投票通道开启。诺曼德的表演我没有投票，我觉得缺少竞技性。个人是喜欢，以说为主的说唱，所以我就是没有投。诺曼德。诺曼德。在这么一个竞技的舞台上，我觉得他很大胆地选择了用《Say Goodbye》这样一首抒情的歌去展现，足以证明他对这首歌的自信，以及对他音乐的一种自信。大家都是玩得很燥、很摇啊，他抱着把吉他坐在地上，跟其他舞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给人一个很有惊喜的感觉。没有想到他有就是铁汉柔情的一面，拿着吉他自弹自唱，没有什么节奏的鼓点，就纯粹的靠自己的氛围，我觉得真的很难得。他唱的真的很好听，做自己想做的可能也是 hiphop 精神的一部分。他选择一首让自己觉得很骄傲的作品带到一个他非常尊重的舞台上面来说，我觉得非常 respect 他的选择。谢谢你们所有人，过了10年，终于有人能够看着我，认真听我唱歌了呀。投票通道关闭。现在平常是比较那个战斗的嘛，我们怎么说，他进化了，就是感觉是恶魔，干净的净，对，就是说因为今天头发也没刺儿了。今天是 Little Angel 小天使，前面几轮是 Big Demon 大恶魔那种。但我觉得今天选出这首歌，我就觉得不同于以往吧，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舞台，然后就是让更多人听到你的音乐，然后听到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也是我听到的诺曼德的第一首歌，就在当时录的那个社区 rapper 还是黄色的脏辫，在那个成都的那个 Cosmo 商场的门口，然后今天在舞台上再听到这首歌，鸡皮疙瘩，稳当，帅，谢谢。因为我跟诺曼德先生聊过会儿，他经历特别特别多，感觉这个人你不听他歌不看他脸，这人应该有60多了，你知道吧？你经历过好多好多的生活啊。就是出来到现在被诟病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其实确实很多人共鸣不了我的经历，而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但是我曾经觉得，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异类，那现在我换了想法，我觉得我可以成为桥梁。这个认知非常的棒，然后我觉得任何一个艺术家最终成为一个别人的榜样都不是榜样，是个桥梁，是吧？因为别人都是通过他变成更好的自己，如果你能变成一个桥梁，那简直是做艺术最棒的一件事情了。到现在为止最安静演绎的一首歌，歌词会让我觉得太梦幻了，我是喜欢具象的歌词的，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歌里英文太多了，这是我个人观点。谢谢。因为今天来自不善已经对2个选手说 goodbye， 这首歌 say goodbye 的部分真的打动了我。很悲伤，但是旋律很漂亮。你很有艺术家的 vibe， 辛苦了。谢谢。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不是因为经历不一样，无法跟大家共鸣，
但是我做到现在，我最大的体会是，其实情绪是最能让人共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不用太担心，情绪才是让人共鸣的最好的东西。对，我也相信这个。对，谢谢。一路以来，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真的很有才华的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年代，你这个人的个性风格怎么样，其实某种程度已经跟音乐一样重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尝试是非常成功的，我觉得让大家更了解你的经历。对，所以我真的非常的钦佩你，甚至用 rapper 这个框架去形容你，我都觉得有点把你局限了。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然后祝福你以后越来越好。谢谢哥哥。那今天其实我们的比赛还是非常激烈的嘛，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比较激烈的环节下选了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我其实不喜欢用输赢去做音乐，我觉得那样迷失了我的初心，所以这首歌就是我的初心。投票结果已经产生，我们先来看一看目前抢位区的票数排名。目前热议最末位的是 Oliver 102票，只要诺曼德可以超越这个成绩就可以坐上热议。现在我们来公布诺曼德的投票结果。爱你们，爱你们。诺曼德获得115票，排名第二。我确实没想到，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我不理解任何人了，他只想表达自我，我尊重每一个表达自我的人，自个儿表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不是说他表演挺好听，歌也是真情实感都没问题。我只是觉得这歌他跟说唱没有关系啊。但是没有人提出非议了，哎，所有人都觉得这事是对的了，哎，你能想象这个歌他背个吉的在阿卡贝拉里唱一下，多少人骂吗？这件事情让我对这个圈层充满了怀疑，然后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real 到底在哪儿。恭喜诺曼德暂时进入抢位区，同时很遗憾 ，Oliver 被淘汰了。